已经把装备秘密送出去了，他们正在找你啊，赶快点跑。背叛了我们的党派，在逃跑的时候被我们拦截了。大哥，这不是我，不是我的事啊！不是你啊！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背叛党派，不是，不是，不要，不要啊，不要！大哥，这不是我，不是我啊！大哥，这。阿杜，你给我好好讲，是不是高密？不是我，这不是我高密。我粉色。没有啊。不是你刚啦，你想不要发照片呢？这张是谁？这别人 P 的，这个不是我呀！别人要陷害我啊！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啊！是啊，是啊，不是我，又不是我，跑吧，跑啊跑，怪不得你也跑没？现在跑去哪里？啊，你这做对了，你打个 J 吧。这讲就讲了，哎呦，早讲不是没有事了咯？阿杜。你们早上打点酒啊！你看我这里要生到你，我打！喂，过来、哦，叫唤不出，要你们做炮。Justifa， 怎么了？第二次机会，我一定会改啊！这样想要第二次机会啊？是这样的，每个人都值得拥有第二次机会，但是我有个条件。啊，什么条件？你讲，什么条件？讲。我现在想要知道。到底是谁叫你把党派秘密讲出去？我就考虑给你第二次机会。这个我真的不懂，你啥票？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是你不知道，还是你不敢讲、敢做、敢当？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再给我打，哪有越讲越准？我知道，好，我讲，我讲，这个我知道。同台相烟吗？早要讲些对哦。哎，我什么就错。嗯。最近到底是什么事哦？你们自己看一下你们的生意啊，做得像鬼一样啊！不过你冷静一点，我们已经尽全力了，我们也不想要这样子的嘞。冷静？你现在叫我冷静？最近遇到很多问题，你懂吗？尤其是我的货，到现在还在卡着，影响我做生意啊。不过现在都开始找别的卖家了咯。还有，最近那些警察一直来赶抓我们的厂，我不懂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别人的厂前几天才被那些警察扫完了，他人现在已经进入干了。现在都不让他讲保他。哈？有这样改吗？喂，你他的厂也敢扫？现在警察是要怎样？我们先给了，东西不要做。老大，我问你啊，是要怎样？再这样下去啊，我们生意又不用做啊。
静。Yes, yes, Michael。你再马上联络罗一丹，叫保安边出来先。没问题。对啊 ，Michael， 你跟年龄讲没有？如果没讲的话，事情很麻烦了。这什么时候了？我都不知道他什么鬼，连我电话都不要接。感觉他最近好像很忙这样，每次都联络不上他。哎，要讲他。喂，你怎么样？很久没看到你了哦。怎样？那事情都搞定了吗？嗯。Isabel， 你来都来了，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你懂了？那警察无缘无故就来扫我们的场，我又不是没有给他们钱哦，我都不知道他们想要怎样啊。你有什么办法吗？是这样的，在场各位，请我来就只有一个目的。想讲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 Michael 已经没有能力继续管理党派了，不懂你们会不会这样想哎？他从以前就是这样幽默。幽默？我讲是认真的哎。哎，怎么样？现在大家都这样紧张，就没有必要在这种场合开玩笑了。你是哪一只眼睛看到我在开玩笑？我为这个党派付出这么多，你们看不到啊。我觉得你自己应该也很清楚这件事情。我们认识这么久，不知道我很厉害。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你有听过这句话吗？你没有能力啊，你先听一下。你觉得党派现在的情况是我想要的？你觉得利益是我一个人能控制得到的吗？我今天叫大家来这个会议，就是想要讨论这个问题的，不是来听你吹水的。对呀、啊，小彪，都是我们的问题，不管咱都是。大家也会好奇，为什么党派要走这个地步吗？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有生意啊。有生意不是你搞的？什么叫我搞的？因为你只执着在巨鳄产品上面吗？我执着巨鳄产品，我个人觉得没什么问题啊。你们觉得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我再突然把产品翻新，我的生意会受影响的嘞，这个风险我承担不起。你看谁知道哦？你感觉没有问题啊？不是有问题的那个人来吗？还要我多讲呗？而且现在年轻人追求是新鲜感。不是你这种又老旧又无趣的垃圾、欸！什么叫又老旧又无趣？花钱乱吃饭，花钱乱讲，给我讲好来哦！你不要忘记以前我是两岁你的李佳音。怎么样？难道我讲的话都是我编的，是吧？跟你讲，不要一直跟我讲以前，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还有，有本事不要拿你的手来指着我，拿你的枪出来！李佳音，你别太过分！对，不要乱来！来，给我冷静一点，把枪放下来。怎么样？不要敢拦我看！最近有事好讲。我没有想到我被看错人了，以前我对你这样好，然后你再这样对我。人主要放心不属于这些东西，这道理你教我了不是吗？你想看到你，你给我带走他。对，李佳音，你知道你现在做梦吗？你就记住今天发生的事情，你不会有好日子过了。什么用？我已经过很好了。大家有一间，恭喜你都不要注意我们新的，好吧？恭喜你，加油！怎样？搞定了吗？这些是之前谈判提到的条件，然后他不会再打扰了，你不需要烦。哎呀，是不是都跟你讲了，他早就应该散了啦。By the way， 这里先恭喜你啊，伊莎彪，祝你生意兴隆。也希望我们合作步步高升。废话少讲啦，这次的见面我是想谈这次的合作。之前 Michael 开给你所有条件，我加多两把。等一下，关于之前谈判，我是觉得有点少啦，不然
我们改一下咯，我想拿多18仙。哼，因为你是谁，想要就要啊。18仙卖了哦，这样你都给不起啊。开始讲话。是我给不起还是你不配拿？自己想看，自己的职位是讲哪来？讲话我跟你讲，你的职位讲哪来了？你的职位讲哪来？你的职位讲哪来？叫你的长孙那个后辈。你的职位怎样来？哦，讲到这个东西啊，谢谢你提醒我啊。那个废物，他还活着咩？哎呀，以我现在能力，你看我多几天派几个人去拜访了下面的林，顺便请他喝几杯咖啡，再感谢一下他。应该不会很过分吧？你自己讲是不是？哎 ，Daniel 啊 ，Daniel， 我真是小看你哦。等一下，你不是死了吗？你从哪来的？看到我，你好像很惊讶哦。惊讶临死哦。像看到鬼一样。哎，这个不是重点。你不去演戏哦，我真的觉得很可惜嘞。如果我不是和 Isabel 合作，我都不知道原来我身边潜伏着一位影帝啊！明明是他给我钱，我拿钱办事吧哦。他为了要上位推你下台，要跟你讲，看清真面目了没有？你觉得事到如今，我还会相信吗？一场兄弟，我本来不想做到这样难看的，是你逼我的。有证据吗？拿出来啊！觉得麦哥他最近如何？还可以啊。你觉得麦哥他最近如何？还可以啊，这么突然问？没有啦，你不会觉得台党派拿这个老大位置好像有点太久了吗？有什么所谓吗？你觉得 OK 啊？我就觉得他根本就没任何能力继续跟你党派了，不懂你有没有一样想法？哎呀，你们兄弟的嘛，关系很好的不是吗？哇，兄弟，既然你敢讲兄弟啊，他利益所考虑过我吗？他配跟我当兄弟吗？兄弟，这个不分你我，这种这样简单的你都不懂啊！哇，现在对我讲话什么态度？你以为我很好骗是吗？他明明就有考虑过你，是你自己太贪心哦。什么叫太贪心？麦哥所做的东西你自己也懂，他赚的也不少啊。你想看，如果今天是你取代麦哥的位，从那边你可以赚到更多，加上我的职位办事能力，总是这方面问题你需要来烦嘛。大家都是一家人，每个人都想赚钱，你自己想看对不对？首先，我们想个办法赶走麦克先，才能实现这个计划。用我讲你都懂啊，他跟党派成员关系这样好，他们一定不会同意啊。伊莎彪，你是个有才华的女生，他们肯定会同意你所说的东西耶。你这样优秀，又这么会办事，也在赚钱，他们敢反对吗？但是，我觉得可惜的是，有个人在党派根本不好好欣赏你。我觉得，至少重新整顿。你觉得怎样？岂有此理！这个点妞，我拿兄弟来这样对我，是想怎样？你给我冷静下先。我有个办法，还是需要你帮忙。讲啊。需要苍白言语，一字一句拉开间距。Oh yeah, but you already know what I'm about to say。其实都难以言语，以怎样的速率进去。Oh yeah, thought I would, but I ain't here to play. Yeah yeah yeah. Said I could let you in, but I hate it when you see through me.Got you good that night when I was acting unruly. Hold me close, do me, you don't have to do me properly. Let me know, 通往你灵魂最深处最蜿蜒的路径。Yeah, you got me run like crazy. 只是感觉你的气息温度，举动满足我的味蕾。
局，枷锁上的熟悉剪去。Oh yeah, I gotta know you,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How you feel? 和主演好进入流淌在这瞬息里。Make it real.泡沫般的幻想，想用彼此共呼吸。Yeah, you got me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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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 like crazy. 时时感觉你的气息，温度直到满足我的味蕾。与你一路飞驰，紧握着方向盘，摇盘之声在我脑海里不停转。Going like a Mercedes, got me run like crazy. 如果不是伊特贝尔把这件事情过想。我都不知道原来有人在我的背后搞鬼，更加想不到那个人就是你。什么搞鬼？如果没有我，你觉得你会有今天吗？没有。我们再冷静想一下。你只为将来呀？你忘记了啥？哇！如果不是当年我把你捧上去，你才有资格在这里跟我讲话嘛？我有本事把你捧上去，就有本事把你拉回下来。怎样？刚不是还很嚣张了吗？现在没有话讲了。哼！准备。所以我们应该要想做、啊、喂等下你们怎么喂哎 Isabel 是啊讲到也是对我也是时候退下来了这样子以后党派就靠你了All I want is just the money. Pockets at the gym, cause I got a little chubby. Never go out on a limb. Not your friend and not your buddy. Seven zeros be the flow. Two doughs with the hoes going faster than the motherfucking rally. Ay, never seen nobody flossing like this. Bang, roll over, flow. That's why I name myself rich. Put on work, never worry about a golden ass bitch. Why you hating when the resume got dollar signs in it? Working too hard, always got the back pain. Every single night I hit the port or the airplane. Only time I was running checks. Only broke lanes. Driving home, speeding, passing cars when it's two lanes.可以 ，sorry， 我错，我错，可以 relax， 不 ，OK。走，走，不是。你知道伊莎贝尔上位事情？啊？伊莎贝尔那个女人，她竟然上位哦！搞好了，再给我讲中。妈喂！想要去就不爽啊！我努力那么久了，什么？好，现在怎样？东西讲完就没有咩？你还记得我们之前 plan 吗？记得。是时候了啦，那个女人。